大家好，我是乐朗星，今天行李准备好了，在闽县待了很长时间，今天也要继续出发了。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呢，就是去甘南。现在我们出发了，小黑的话因为把那个背带咬坏了，所以现在只能靠这个绳来牵引他，但是这个绳是牵脖子的，我怕会勒到脖子，所以我就把这个绳呢就挂在他半身腰，好像效果不是很好。这次改进了一下，这次是侧挂的，应该可以。停了下来，让狗狗休息一下，喝喝水。休息完了，现在让小黑坐坐车。走了，好，快，好。乐乐可爱了，只要我说跑说去，它就会叫。就我叫完了，我说完了，它就会叫。就会听到我指令，他就会拉车。乐乐的话，听到我指令，他就会叫，很着急。好，来，出了市区了，这条路一直往前走的话就是到甘南，不过现在离甘南有170公里，要走到甘南的话可能要2个星期吧，按我这个速度。然后今天希望可以到那个卓离县，可以说那个路上啊，那个大卡车很多的，所以要小心点。好，继续骑了。这一路都开满了格桑花，来到高原格桑花就很普遍了。那么终于格桑花终于发了，开心了。哎，舒服吗？坐在车上面。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，天气是下着蒙蒙的小雨，然后前面就是下一个小镇西寨镇了。我打算去那边停下来休整吃饭，然后躲雨。好了，走吧，乐乐乐乐小黑。下午1点钟，我终于来到了甘南的那个自治州的交接处了，从这里一直进去就是甘南自治州了。我把车还有狗狗停在了这个门槛这边，然后这边挺阴凉的，休息一下。今天的话在这边找个地方，看能不能找个地方扎营吧。我不想走了，虽然现在才下午1点钟，但是我觉得这边风景很漂亮，停下来好休息。怎么样啊，乐乐今天坐车累不累啊？啊，小黑，乖乖乖乖乖，还有浪浪。刚刚买了个西瓜，才4块钱，10块钱三个，我买一个4块钱，很便宜。这边西瓜，来喝水吧，喝水吧，娜娜喝水吧，小黑也喝水吧。